早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 Vivo 台南南方体验店的开幕活动。我是陶陶云娜，今天非常开心，也非常荣幸，要和各位一起来见证我们 Vivo 的年度盛事。那么呢，我们 Vivo 呢，身为时尚智能手机的代表，秉持着敢追求极致、持续创造惊喜的理念，以领先业界的微云台拍摄技术，开启手机专业影像的新时代。那在今天呢，我们选择了台南南纺购物中心作为我们亮眼的新据点，打造呢 Vivo 台南南纺的体验店，将提供所有的消费者更优雅、舒适、顶尖的行动体验。那在我们今天的开幕活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也有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表演团体来到我们活动当中，为我们今天来准备揭开序幕。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 Miss HiFi， 欢迎他们。
跟未知的一年，但是对于 Vivo 来说，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启动在台湾零售布点的布局以来，我们的脚步是从来都没有停止的。那今年从年初，我们从高雄，然后台北、台中一路这样开店下来，时至岁末呢，我们又回到了南部，然后我们来联合我们在台南最知名的米可通讯，以及我们在台南最具人气的，然后腹地最大的南纺购物中心，然后我们来强强联手，来打造 Vivo 在南部的最大的体验店。那这一路走来呢，非常感谢这业界的伙伴，还有我们的 V 粉们给予我们的一些支持跟建议。那在2021年，我们会持续的在整个体验店的布局上面积极的脉动跟前进。那也希望呢 V 粉以及大家给予我们持续的鼓励跟支持。那在此我预祝就是我们的南纺体验店生意兴隆，然后财源滚滚，宾客前至，然后呢也预祝大家健康平安，圣诞快乐，谢谢。谢谢。好的，那紧接着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米可总经理周怀仁，掌声欢迎我们周总经理，欢迎。非常感谢今天现场的所有长官还有伙伴们，让大家来参加那个 Vivo 的开幕，真的非常谢谢各位。那 Vivo 的话呢，它是一个敢于追求极致，持续创造惊喜的品牌，这个理念跟我们米可的经营理念是非常的相像的，所以很荣幸的在 Vivo 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经营这间专卖店，在台南这边为在地的乡亲服务。那对于 Vivo 这个品牌呢，我相信有些人他非常的陌生。那你们知道屏下指纹触控的第一支手机它就是 Vivo 做的，然后第一款前置伸缩镜头的手机它也是 Vivo 做的，还有呢双萤幕的正反两面萤幕的手机这些都是 Vivo 它的黑科技，它在持续的创新，做一些人家不敢做的东西。那今年的 X 系列手机它在拍照跟摄影的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出色，那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新产品那让我们明年度拭目以待。那今天也是圣诞节，刚好在这很棒的气氛之下，也跟大家说声圣诞快乐。那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玩得很开心，那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活动，谢谢各位。我们要准备来进行今天的剪彩仪式，待会我们将会一起倒数5秒，请长官帮我剪下手中的缎带，准备，一起倒数五、